身为南投县消防协会理事长的县议员侯明科，之前与该协会常务监事胡隆昌一起到县消防局致赠加菜金，感谢打火兄弟们的辛劳。啊，可嘞！啊，来担当着咱南投县消防协会理事长，啊，所以今日接到今日南投县所有消防局一级主管拢来开会当中吼，啊来赠送吼，因为过年的小礼物啦吼，因为大家拢了解吼，炮灰兄弟是真正辛苦，无日无暝，只要若发生代志，因拢总走第一的，所以啊，搁借着今日这机会吼，啊来发放着好咱的过年吼的加菜金，啊搁一个礼品。侯明科议员除了致赠加菜金慰劳所有的打火兄弟之外，并希望快过年了，大家要小心火烛，提高警觉。啊，你这要代替着咱南投县所有的居民吼，向咱这炮兄弟讲一个感谢啦吼，有因真正好吼，甲咱的安全拢顾较好。啊，你这阿哥嘛要祝福，哦，咱这所有咱这炮兄弟也好，咱这所有咱这国民也好，大家在新的一年里，拢总会用真正平安，会用真正顺遂吼，啊，来过去所有的日子吼。啊，阿哥嘛要呼吁着讲，咱所有咱居民在过年当中咧，啊，咱的小心一定要小心咱的火吼，火。是无情的吼，啊，咱一定要提高警觉吼，未用过什么意外吼，因年关将近吼，啊，一定要小心啊嘞。年关到了，消防弟兄们中年辛苦，侯明科议员呼吁大家小心火烛，平安过个好年。记者王雪仙南投采访报道。